各位好，本单元介绍你如何注册樱桃茶治愈的 GPT， 我们操作示范一下。将他人给你的邀请连结复制到网址列， Ctrl V 贴上来， Enter， 就进入到注册的页面。这个邀请连结我会放到 YouTube 的说明栏，透过邀请连结进来的双方都会得到5000的对话总量。我先把翻译关掉。出现注册的页面，你选择邮箱，点一下，输入你要注册的邮箱。输入好之后，给他一个密码，这个密码你可以自行给定。输入好密码之后，你选择这个按钮，通过之后，您选择发送验证码，他就会把这验证码发到你给定的邮箱，你要去这个邮箱收信。我发送验证码，然后到邮箱，我的邮箱去收信，信验证码，这里是494026，我再切过来，输入494026，选择注册，要不要储存？我们一般是储存。这里头下方你可以看到我变小一点，有确定，这样子你就注册好了。你一注册好之后，你会发现到这里是设定，点开这里有一个账户，我点一下，您就可以发现到这里有一个对话总量，您获得到5000了。进来之后你希望对话总量多一点怎么办呢？这里头有一个签到，你点一下，选择立即签到，这里签到成功了，它呢就会再发放1000的对话总量，所以每天签到就会增加1000 token 的奖励。我选账户让它翻新，您就可以发现到这个1000送你了，所以你可以天天签到去增加你的 token 对话量。本单元到此告一段落，祝各位学习愉快。